CP 值超高的三味食堂，整桌才港币200多，除了是观光客必访，同时也是我全家吃了十几年的爱店。前几年改装过，来看看现在如何。店员韩文也太流利了吧，这里叫号菜单都是中英日韩，一进来就看到满满的鲑鱼。虽然店内座位算多，但人潮汹涌，还是要早点来排队。这里东西都超巨大，看不到饭，饭整个被掩盖在鲑鱼下。这么大哎，那跟我手掌差不多吧。然后饭只有两片，新鲜。很少知道又新鲜又大片的，它油脂很丰富，超大的鲑鱼肚，简直就跟我的脸差不多长，而且非常厚。这厚度实在是太犯规了啦！沙拉是一般的沙拉，觉得蛮新鲜，但那个鲑鱼软，很大颗，而且一咬下去那汁就会倒出来，两个很大。这个其实蛮好吃的，而且夏天蛮清爽的。这个鲑鱼卤肉吧，其实里面没有卤肉，都是鲑鱼，但是鲑鱼给的蛮大片的，然后它里面还有就是铺一层蛋，所以吃起来会有点像冻饭的感觉。但是因为它真的太大了，所以两个人来的时候斟酌一下，不要太冲动，或者是你们真的很想吃淀粉再点。最后还有免费续到饱的味噌汤哦。